有哇塞，我们听好 Trippy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Trippy， 我是 Kevin， 我是 Kevin， 我是 Danny， 我们要介绍一下。我错，我是 Emily， 哈、yeah! ，很开心啊，可以跟我的偶像 Trippy 一起拍 video 回。哎、你要考他的眼力，然后我准备了一系列的大码女网红的照片，然后你们要猜出他们的名字。第一个。啊！哦，我懂，所以彤彤，对啊，哎，哇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！夸张不？明真 ，Nico Wang， 明真，明真，啊！没有，我没有胡乱，别打架，真的，我没有胡乱，可是一直看呢。啊！美好。这个因为润德他的那个，我发现我一个都没有讲到。彤彤，哎，哇，真的，我厉害哦。明真，啊，美好，米奇哦，这个很明显了，这个也很明显，是喽，全部看到了喽，看完了喽。看到了，下一个蔡卓宜，蔡卓宜。那你们比较爱米奇优还是比较爱蔡卓宜？哎，你不要每次争这些，没有，只有幼稚的人会选一个。给我们去选两个，两个。蔡卓宜，杰伊，就他有这个摆灯了。哎，这个对啊，其他没有这样的，没有啊，只有他做到最这样的。哎呦 ，Joshua， 哇哦，他选 Joshua， 啊 ，Jasmine 啊 ，Jasmine， 不是，啊，怎么这样像 Jasmine？ 苏洛很像 Jasmine， 哦，韩小爱啊，啊，哇，真的哇，哎，小爱就，哎呦，对哟，哎呦，啊，因为样子很特别，很不错啦。Who's that？ 这谁哟？怎么这像米奇欧也是这个 ？A few minutes later， 有没有 clue？ 他很有公主的气质。花花，今天我穿衣服谁哟？九文？不是，他有养狗狗的。啊？是 DJ 吗？不是。啊？做这题这样难的喂？是的喂。哇，这个难嘞。346 minutes later， 他演过林德荣的。哦，有啊。不是，九一六，很熟啊，我手只剩了，是 Emily Poon， 哇哇，哎，我们要来给谁那个，完全想不到哎，那个要帮我谁的，谁是谁嘛？那要99年的，你们给我出去！说你几岁？99年吗？他几岁？他就是要讲这种，这种女生就敏感啊，年龄。因为是这样子的吗？女生，你是不是你只要打电话问九一川？你的 IC number 是什么？IC number， 你再打电话问米奇欧，你纠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Yo。